那你有没有一点喜欢那个我？好感，有好感，不讨厌。我要替他澄清一下，他还有去你们的外景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说我们都没有人那个、哦？你怎么知道？他怎么知道？他的经验。我们就说了，我们是朋友，我们会私底下有联络，会互相关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是因为你的关系而确诊哈？绝对没有，对。然后哎，我们那天还有聊到一件事，除了就是当然大家很关心你的那个确诊状况之外，好像坊间有在流传说你是一颗王一颗，是不是？王一颗。然后许兰芳也很够义气的说，跟大家说。王少伟真的不是王一科，他是两科。我要在这边感谢他帮我澄清，我是综艺节目的受害者，因为我单身太久了。我的另外一个综艺节目就说，因为我都没有在使用，所以萎缩成一科。然后这个笑话呢，一讲五年。来我节目的人，这一些来宾啊，包含赵哥，因为赵哥就是看了，就是在，哎，就是赵哥说你是一颗，对，就是来我们节目，他也就习惯叫我一颗，一颗。然后就算我怎么狡辩，我说我有一颗诚挚的心跟想负责的心，他们还会接说他是一颗搞完不想负责任的心。讲他们就有办法，就是堵我就对了。然后，所以那个博士就也有看到我们的综艺节目一直在讲我一颗这件事情，他就私底下就问我，他是用关心我的立场来问我说，如果你真的有需要，我可以带你去看医生。所以你有没有给博士就是证明说，你看我真的是两颗？我是当事人，警察，我当然知道，我很明确的告诉他不要误会了，我是两颗。真的谢谢你，我如果有需要，我们再去看医生。好，等一下我认识医生。我先打断你一下。所以黄医生，如果一个男人太久没用，真的会萎缩成一颗吗？当然是不会啊，不用担心，我替你澄清了哈。如果你要需要看医生，也不要去那么远了，等一下就可以看了，我会帮你看，帮大家见证。就我们现在要去触诊后面，触诊让我愿意触诊这样子。你愿意，我还不愿意。免费义诊呢？真的厉害是他，他曾经跟我讲过最经典的名言，他说女生就是要倾听他讲话，没有我无法了解的女人。哇！当时刘海就这边，就是刘海，你要说往右边拨，对，没有我无法了解，没有他不可能吧？因为他是很会倾听女生讲话，他是真的会让你真的有听进去吗？对，他会把你讲话消化，然后陪你聊天那种，所以他才叫真的。很懂女人的男人，许兰芳，他是有听你讲话吗？我是没有特别跟他讲话，可是我知道他很多女生朋友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讲话？他很难讲话吧？他是不是很难聊？我相信你们跟他认识一段时间，大概就会了解，他只能局限在他的专业。专业以外，你怎么跟他聊？你有试过聊别的，然后他完全没办法聊起来，没有办法跟他聊说要约在什么地方啊，或者是什么餐厅啊，他对他来讲是。那个就是外星语言，你知道吗？明明就是他家附近有什么便利商店啊，或者是有什么超商。你为什么不了解他附近的所有的东西？因为我有讲，对不对？餐厅哪里有？记者会，不是因为你去他家的媒体都有拍到，我有去接送他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许兰芳不去接送他。他大概一辈子没有办法出来我的邀约，所以我必须要去接送他，这样可以清楚了解。所以你们两个就是想约他出去吗？有啦，我们要是约会有一起的，我们被拍几次了？对，每次出去都是被拍到。我有约他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他们没有像你想象中这么的水平啊。对他其实不好。你是不是有点对抓不住他的想法？你真的遇到对手？对，他再也不信你那个。无法了解的，轻易可以了解的，再给我一点点时间。所以你要放弃了吗？先在了解他的频率，他的频率很难对。你还没抓到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所以你为什么会被说是情场高手啊？以前我真的是会愿意，尤其是那些就是。很多人，很多男生不想理的女生，就是哦，你在做善事啊 ？No， 不是，因为我的周遭很多这样的人，然后有以前有点像，哪一？没有，请问演艺圈有哪些女生别人不想理？哎，你们真的没有见识他们，我认识他们的时期 ，Miyaki 啦，
然后跟那个小甜甜啊，你不要以为谢欣现在长得还美美，现在看起来很像。现在长得美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没有完全没办法跟他讲话。你知道他一讲话，我整个哇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我可以跟女生聊？因为没有人想要跟他们聊天。那我只是试着要跟他们聊天，大家都觉得哇，我好棒哦，我是一个可以倾听女人的男人。可是那些都叼住了，那些都真的很，就是把他当成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男人在。就是王少伟，你到底是不是跟徐兰芳在一起 ？Oh my god！ 我是跟他是认识好朋友，还在好朋友的阶段。所以他跟你就不像 Miyake 的关系，不太一样。因为我认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点。长成小丫头，歪七扭八的时期啊，就是还搞不清楚怎么当女人的时期。那因为我认识博士的时候，已经他已经算是一个漂亮打扮过。那时候我认识他们的时候，都是他们小时候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在你眼中，许兰芳是一个女人，对，而她就是个真的是闺蜜。嗯，她现在也像是个女人了啦。所以你到底是还是说你在追她？就是还在了解的阶段。如果再多一点点机会相处，然后媒体不要这么不许的话，应该会有机会吧。所以他在你心中是有一个位置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已经一个单身的时间非常非常长。多久？我至少应该有超过5年了吧。天，没有人相信哎，没有人相信啊，对啊，走的茧其实是蛮厚。磨出来。然后这边右手臂很壮。所以五年。我是双手。所以我两手都很难做的。你双手都可以哦。徐亚玲。可是你是不是单身太久了，反而会有一点想说不要交女朋友？我觉得就比较不会那么着急啊，就是会先认识吧。如果我希望我未来的。可是 maybe 博士很着急啊。闺蜜笑了，闺蜜笑了。不是我闺蜜笑了。目前还看不出来她有很着急啊。所以 Miyake 你也跟博士蛮熟的吧？对啊，就因为来这边开始跟他熟。所以博士有没有真的跟你讲过他喜不喜欢王少伟？没有这样讲，但我也有略略发现，就博士蛮知道我一些些细节的小事情。所以应该就是王少伟跟他讲的吧？没有，但就他博士很好啊。我如果真的是我很支持哎。我觉得这不避嫌，我觉得很没有我，因为我们会聊天，其实我们是从一开始聊天，开始有在聊天，然后越来越熟之后才有约出去吃饭这样子。嗯，那我也会聊一些我周遭的朋友啊，不然我其实我也没什么东西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跟博士在一起太适合了，因为你已经5年没有使用了，博士可以帮你很多。他可以先，他可以先帮我咨询。他是怎么？他只有手可以用吗？学博士，他有药物，然后也有他心知识，心灵上的对，鼓励你说不要害怕，就直接是让你可以那个慢慢走出来这样。所以喝那么多酒之后反而没办法啊？对，不是，不是，解释一下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说研究里面显示，如果你要一点，你要喝酒要助兴的话，你大概一杯就可以。因为我老公喝惯也没办法啊。对，真的。所以那种喝醉的话，不可能起来，你起不来，你的弟弟也会睡着，而且睡深睡。所以那时候人是睡着的吗？没有，他就算人醒着，他也会慢慢的睡着。那这样不是很尴尬？就所以这个你就不该喝那么多啊。许博士，不知道你们听过什么叫做特殊体质？哦，有些人是有特殊体质，特殊体质就是不用喝也醒不来。你为什么是要他没有少一颗？因为我问他本人。你问这干嘛？对啊，你们没有亲密干嘛问这个事？没有，因为电视都说他少一颗。你少在哪边？那为什么会少一颗？原因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不晓得，我们录影就说。就演艺圈的人都知道是不是？对啊，叫他叫王一颗。你少一颗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还是什么？他就说没有，他其实有2颗。认真问他这个问题，所以你去，你要帮王少伟挂保证，说王少伟是2颗没错，因为不然大家都以为他是王。对，一直被开玩笑也不好。然后赶快帮他澄清，赶快帮他澄清。王少伟是跟我说他有2颗了。好刺激。
Hello。喂。Hello。喂，少伟哥。你是？我是许兰芳。怎么啦？怎么会打电话过？你在干嘛？我现在拍戏啊。那个，我现在心情有一点不好。什么原因？然后你可以陪我吗？可以什么？陪我。陪你？是陪你讲电话，还是陪你？陪我，就是陪我。你是指哪一个方面的陪？就是心情不好的陪啊。怎么听起来没有心情不好啊？陪聊天之类的。可以啦，你说啊，是哪一方面的心情不好？就在电视上看到你只有一颗，心情蛮不好的。我只有一颗啊？你不是有帮我澄清过，你干嘛心情不好？你不要告诉你不是已经有经过我的认证，说我是两颗了。对，因为是你自己讲，你自己讲自己摸啊。如果真的只有一颗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病？我不是有说，我如果真的有一颗，或者是有相关的问题，我会请教你，或者是请你带我去看医生吗？那如果，该不会你想要促成？你会介意吗？介意什么？你会该不会要我要再跟你澄清说我是完整的男人吧？你会不会介意我们的绯闻？不会介意啊，介意怎么出来这个江湖走跳？那你有没有一点喜欢那个？我，哇！你今天怎么这么讲话这么直接？是怎样直球对决？就是有，我觉得是，我想搞怎么讲？就是好感，有好感，不讨厌。至少你不像其他人很八卦，除了你一直莫名其妙在问我或一颗的事情以外。那你有空出来吃饭吗？可以啊，我杀青之后应该就比较有空。那我心情好很多了，是不是？心情不好打给我，我跟你讲效果都很好。我可以收你咨询费吗？不行，我最近没有钱。最近没有钱，我也很缺啊。你不知道我做生意赔了八位数吗？八位数够几百千？全吧。这么多，惹要惹，好，好，那我要刮掉了惹。有刮掉了惹，你心情不好，中文都变差了。那我先打，就是打扰你，我先刮掉惹哦。好啦，不要心情不好哦。好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恋爱人，超感动啊！恋爱人，很感动哎。刚刚我们有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就是他有很认真的说，他对你是有好感的。对啊，哇，不讨厌呢。你是不是要打开一点那个心房？哇，就好感而已啊。好感的第一步。男生说对你没有好感，应该就是一个很 OK 啊，对啊，就是喜欢的意思吧。今天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，就是少伟哥居然跟许兰芳。终于同框了，世纪同框。那个少伟哥有没有最后什么话想跟许国说？哇，把最后的 ending 的时间就留给你，留给我是。我也好想要喝吗？不是，那个特调可以给我。我要你加青椒，帮你加青椒。交换位置啊！抱歉，抱歉，嫂子，因为今天都是镜头切来切去，并没有一个画面有两个人。我想要感受一下你们俩聊天是什么氛围，就是他们坐在一起看搭不搭，顺便聊个一两题，都不太聊天呢。哇，没关系，就开一个话题，给我很小心，你要在旁边煽风，要制造氛围感。对，一定要，对。等一下收工要不要去吃饭啊？
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正常一点？就是，你们说你这时候，你这时候真实的真诚。哦，诚心的，我们看有没有，我们看有没有那个味道在里面。等一下收工，要不要去吃个饭呢？吃什么？你决定啊。啊？怎么没有主见？不可以。去吃你家楼下的意大利餐厅。我家楼下没有餐厅啊。在右手边有一间餐厅，在星巴克对面。有吗？有。那是要再过去。不是，你就回答他要不要去。他纠结到底要不要去了。啊，好。真正的情场高手，你听到他有这种行为，是不是代表他其实很喜欢徐兰芳？他一定没有遇过这样的女生。然后他越当然就有某一部分是，我觉得他一定是以前都是人家会主动帮他想好所有的，因为他就像是他是一个偶像这样子。可是现在这个人是需要他去花心思去照顾的，反而会让他发觉自己可以爱人的那一面。因为我跟我老婆水瓶，我是这样子，我以前是被人家照顾，可是我遇到水瓶之后，我发现说你好需要人照顾，然后不自觉你就每天照顾他，照顾他，照顾到最后你就喜欢上他了。这是水瓶很厉害的招式。因为我老公也是水瓶座，我也替水瓶座讲一句话，就是我觉得一句话，一句话，一句话可以换气。许兰芳会这样，我觉得他对他是有好感的，就是他没有排斥你，没有把门关起来。所以如果水瓶座讨厌一个人，讨厌一个人，你很明白就看得出来。我觉得对水瓶座不会隐藏，不隐藏的啦，讨厌你就演戏的。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